Ovo 的所有产品都是非常非常优质，非常建议大家来使用，支持 OPPO R17， Yeah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PPO 的讲师，今天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R17 系列。R17 这次提供了两款颜色，分别是泥光紫以及流光蓝。荧幕采用的是 6.4 寸的水滴荧幕，提高了占比高达 91.5%， 以及我们这一次也提供了光感荧幕指纹解锁相机的部分。这一次我们的 R17 它把前镜头提升到了2500万画素，同时也提供了 AI 智慧美颜 2.1， 透过资料库的运算，将消费者最在意的美颜部分提供了非常自然的一个呈现。这次我们的 R17 Pro 提供了另外两款不同的颜色，我们的雾光渐变色它采用的是 3D 雾光玻璃，让消费者拿取的时候不容易沾染指纹。那凝光绿的部分呢，在不同的角度下会呈现不同的一个光影的效果。 Pro 提供的是1200万+2000万画素的双镜头，也提供了夜景模式，让我们的夜景呈现明以及暗的部分都可以更加的清晰，细节更加的丰富。那 R17 Pro 这次则是搭载了 OPPO 最新技术 SuperVOOC，只要充电10分钟即可以充达总电量的40%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各位带来的 R17 系列的规格介绍。